后疫情时代已经到来了，这个话已经不是什么潮流的话了。我们每一个人似乎多多少少感觉曾经经历的那些，再想一想，确实，这个老天让你手足无措。突如其来，莫名其妙，不知所以。然后，从多少年前在经历这些事儿，我们还有一些为了赚钱受过大的病灾，这些人。包括甚至说未来什么大健康时代等等，这样大肆渲染，人慢慢开始注重自己健康了。这个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没有错。那你要革什么命？你要把这个用作哪里？其实跟上面一样，这个身体它是工具。有些人搞不清楚，以为这个就是我。你说出这种话的时候，你如果还没有反思，你真的要好好想一想。如果人没有那个灵，你就是一个行尸走肉啊，你个肉怎么能想怎么动怎么动呢？所谓自由意志，这些西方也真的该好好想一想。其实他们的脑子是最笨的，外国人的钱都是好赚的嘛，那中国人只要到了外国，你看在我们自己很苦，因为我们都很聪明，一个比一个聪明，而且在上面的人好像更聪明，那我们就搞得老百姓没有办法，他们聪明占领了高地，但这个心怎么用，这个才要紧。一念佛一念魔呀。那说这个身体，我们道家知道，道家好像比较在乎身体，修的是身体。儒家也讲修身，修齐治平嘛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但是这个修身，除了我们这个说是心态之外，修正自己之外，可能还带一些外表的东西，修饰仪表啊，什么什么，这些当然也很重要。我们还有单独的课，刚好衣食住行。但是道，我们一说这个字就觉得很了不起，是不是？他不太在乎外在的这些东西，他即使是身体、身心灵，他身体是一个最低的状态，他不得不借用这个身体去做一些事情，所以他是工具。那么在这之上的呢？虽然儒家也讲了修心，但是道，比心，佛也讲心，更高的是那个灵，那个灵带着，它是主导，然后通过你这个心，这是一个枢纽，心态，
然后再带动你这个身体啊，你这些意识在想什么，你就会怎么动啊，由内而外的，这才是人的本体的机制。那个灵越灵光，他能力越强，他能做的事儿、能理解的事儿，至少越多。它是万变的，而不是机械的。现在西方啊，搞的什么人工智能呢？看似好像很厉害。这个机器的力量，什么机器人的时代将要到来等等，但是它永远跟人是比不了的，那是老天的产物。你人能做出什么呢？他能做出来的是一些死的东西，那不过它很有用啊，我不得不承认啊，计算，那他的那个查阅能力。那你再用人去搞这些东西，很麻烦。它是有个固定化的模式，只要这个机器不烧，代码不错乱，维护好，那么它这些方面都比人强。那人怎么超越机器呢？就是有这个灵啊！你说你下象棋，同样道理。下不过，但是你搞一个他棋谱里面没有的招儿，那他就不会了。你要会变通啊，你不能乱来，乱来那小孩子一样，那机器人那真的不把你当回事儿。两个机器下棋。下围棋，其中一个先走，点中心天元，那第二个就转啊转啊转，就不会转了。那最后怎么办？认输吗？那一子定乾坤，那简直可笑啊！对人来讲可笑，他这个当中还有很多变数。如果只是这样，看似好像很神，我就认输了。实际上，那个逻辑呀，那你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你棋以后就不要下了，谁也不要下，就第一个就下那儿嘛，石头剪子布嘛，谁赢了谁赢，谁先走嘛，谁赢嘛。可见不是那么简单的。那我们就说了，那身体算什么呢？重不重要？当然重要，基础。然后，这个之间身心灵它是互相连带的，互相就像物质意识相互作用。这个好，那个也好。啊，那个还不够好，这个先好，啊，但是是一个整体，你不要忽视了某一个，你太忽视身体也不可以，那你跟不上。我们知道这个，很大脑很厉害的人，你看他身体不太行，四肢发达的头脑简单，因为他的精神全都用在这个上面。所以，这个健康也是如此，你精神同样要健康，啊，心态同样要，想放得开，想得通，身体也要跟得上，不然怎么样？要么有的人就走极端，说。福禄寿喜财，最不在意寿。我当初也是如此，
怎么样的昙花一现？你后面的经纪人跟不上了，你做事情都打折扣，那福禄寿喜从何而来呀？那不能长久啊，不行。但是你太注重身体，太局限了，本末倒置了。怎么会这样呢？所以我们要进一步去阐释它，你才能更通透一点。什么身体是基础了？这句话也是有问题的。那经济是基础了，有问题，不对，而且搞反了。这个就很严重，很麻烦。你真的要好好搞懂它，你才会真正的快乐。不求你什么都明白，最简单的，就身心愉悦嘛。每时每刻，当下嘛，老是讲一些词。不会用，好，那这个开篇先这样。